令人想要尖叫的手游就是这一款了。原因是我觉得这一款的优点就是它有所谓的拍卖型，对，它有交易所系统。它我觉得它比较强调的是交易所系统，就是它可以还可以坐船，对啊。只有每天空美丽一场。哦，你可以这样卖来卖去，这样子。哇靠，还可以升级！买出之后，我们就会去别的城市，再把它卖出去赚价差。欸，我们带四个小船欸。大家有印象这个游戏吗？这游戏我们很久以前就玩了，然后它真的很，之前玩就是真的蛮热门的。快进勾起来！哦，我们整局输他还是会赢欸，好赞哦！来这边直接把我们刚才卖到的卖出去，对，又赚爆了一场。大概坐车行还是入境是晋级哈。OK， 解锁16个货物，这样的意思吗？还在引导欸，哇靠！这嘛是安怎？然后这边有船长哦，看一下，帅吧？这我的船长，你看遇到其他人了，也真的是很好玩啊！我沉了，这接要怎么合？就是你要这个获得材料，还是我们要去打这个副本这样子？哦。然后可以快速完成，这样的意思吗？哇，今天可以使用一次免费的快速完成，哇，真的还有这种回这种意思啊！哦，你看，那我们就有二阶帆船了啊！原来是这样。